你是个娃娃，儿的命不好，可莫怪我。给我上！ <音>老匹夫，今日便是二之死期。就凭尔等，糟了，跟姑娘的，快去相助。 去吗？ 群废物，竟敢坏我大事！下次定取尔等性命！
方才也告知汝等莫行险地，为何复行至此？恩公救命之恩，尚未有所报答，又担忧恩公有伤在身，于是跟随至此。既如此，我救汝等一命，汝等方才也助我一次，两不相欠，速去吧，莫要。 我自幼学医，略知医，可否容我试诊？哦，还有此处伤口，也需心理治疗。若那几人去而复返，恩公新伤旧伤俱在，如之奈何？我等既见之，断无无视之理。 也罢。敢问恩公，方才那些人是？不关尔等事，莫要多问。啊，山下有一水潭，有劳两位兄长将此木头拿去清洗一番，再盛些清水回来。取水小事，我一人便可。 你三人是哪家乡里娃娃？是何姓名？山中多猛兽，又因何上山？我三人，却是山脚下长春里人家。晚辈赵云，这是我妹妹樊娟。此乃我挚友夏侯兰。此番，也正因乡里药材匮乏，故上山采药。 恩公枪法如神，小子敢问恩公姓名。你我已是两清，不必再称恩公。老夫同……莫非人称蓬莱枪神者乎？嗯，世人好慕虚名。蓬莱枪神散人，此名号我也曾听闻。传闻此人不慕功名，不入幻场，常置身于北地行侠几湖。 枪术意图，天下无出其右者。来日颇度凶险，若能得恩公指点，山贼匪盗又有何惧？老前辈，晚辈斗胆，请老前辈指点一二。请老前辈指点。小子不行耕田劳作，不思读书用事，只耽于枪剑刀斧之下。如今日，若非事务成勇。 汝等安敢入山采药，非我出手以命丧还。老前辈，我等习武，只为护卫乡邻。乡里左近多匪盗，官府无能不能剿之，我等无可依靠。所能事者，唯己身而已。若能护得乡里周全，虽死无憾。何其妙也！性命岂可轻抛？汝等性命所系，非止一身。 父母之愿，宗族之嗣，俱系于汝。民所求者为活而已。若不得不死，则求后代可活。岂有老壮尚在而轻少赴死之理？汝等皆逞一腔血勇，放言与山匪同命，此匹夫之为耳。若是汝等少年皆断送性命，乡里纵得周全。
愚者又何以为继？他日再有盗贼侵袭，又该何人赴死？岂不文太史公有言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意也。死国事，死天下事，可谓重于泰山者。此乡间贼盗械斗，既不能全国家生养之恩，亦不能绝匪患祸乱之源，便可谓轻于鸿毛。百姓所以为贼者，只因活路难求。百姓所以为贼者，只因活路难求。若汝等少年之辈真欲保全乡里，便该留全有用之身，以图上进。他日若得匡复天下，或跻身台府之臣，或出任一方牧首，施行善政，与民生息，届时和亲海晏，百姓安乐，不独如之乡里，天下匪患自绝，上可安黎庶，下可报父母，岂不胜于与贼偕亡？女娲行医治病，当知求死易，求活却难，此后非不得不为之时，莫再轻言赴死，慎思之。老夫已不再收徒，天色将晚，汝等下山去吧。这晚辈谨受教诲，且先告辞，他日再来看望前。又要发财了。
药材都采来了。此去推酒，何有遇险？并无深凶险，只是药草难寻。晚间制药，少年郎明日来取便可。啊，我先帮阿老整理药材，稍后归家。有劳张老，晚辈告辞。兄长，弟也告辞了。好，兰弟。兄长亦不必气馁，你我勤勉不懈，必能保护乡里。嗯。大兄，大兄，阿弟回来了，怎的这般兴奋啊？大兄一定不知，弟今日在后山遇见何人？后山？长城里不过是一偏僻山野，能有甚大人物让小叔如此兴奋？阿弟，该不会见着神仙中人吧？大兄，嫂嫂，仙人虽未得见，却得见高人，可曾闻得蓬莱枪神散人之名号？蓬莱枪神散人，这谁人不知啊？阿弟，你可当真遇见？弟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那老者枪法如神，世上绝无第二人有如此技艺。枪神如何来此？可对你说些什么？弟也不知。唉，我与兰弟本欲向枪神前辈请教武艺，以护卫乡里。那老前辈为何要训斥阿云？枪神前辈约是觉得我与兰弟年纪尚小，只顾习武斗狠，不知爱护性命，万一身有不测，便是辜负父母宗族，若想根除贼人，长久保全乡里。唉，前辈所言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我等贫苦乡里，又有何能去寻其根本？王公贵族尚无作为，乡里小民又有何能改变当今世道？你呀，当今乱世，老曾辈心存戒备，谨慎待人却也正常。前辈，小叔才具不凡，也许前辈已有所赏识，只是在做考验。依嫂嫂看，小叔也不必气馁，此事未必不成。阿秀之言亦深得我心，我家二郎岂是碌碌之辈，我阿弟将来可比未获，岂非天下最上佳的良才美誉？这般优秀弟子，前辈岂能放过？阿弟莫急于一时，来来来，且先用饭。周兄，这是怎么？有贼寇来袭！啊，周兄，情况如何？伤势可要紧？我无碍。快！是在巡视，正撰写黑山贼图，贼人虽只三只，但恐为匪寇探哨。我上前与之交战，虽杀了二贼，另一人却逃了。黑山贼众势大，恐难善罢甘休。此计可速往里正处，组织乡亲暂往后山一避。若贼寇大举入侵，我当率众抵贼，庇护乡邻周全。小叔，阿娟何在？阿娟妹子正在张老家中，应还未离开。阿秀，你可去寻阿娟与张老同去后山躲避，我先去寻李正，稍后便来。夫君万事小心。好，周兄且先治伤，既是太少先至，贼众在后，
应难即止，也需差人往左近乡里通报。我已差人告知县治与左近乡里，只是县治上元一时间恐难救急，小生无碍。我且阿弟也可速去告知左邻右舍。弟即刻便去。我且先去寻兰弟，途经牛叔处也知会一声。牛叔，黑山贼来袭，快些收拾行囊，随乡邻去后山暂避。俺已听闻此事，既有山贼来犯，俺尚有几分力气，岂能随妇人退避？牛叔，后山多妇孺，也需有人相护。也罢，俺这便去后山，有俺等在，赵郎也莫要轻易犯险。哟，小子还是个读书人，家中钱财不少吧？都拿出来。呸，贼徒宵小，我几句你。小子，那便拿命来吧。兰迪莫慌，我来助你。小子找死。这些贼应是黑山贼众，兰弟，且与我一同护卫乡邻，往后山暂避。救命啊！逃吧，尔等都快逃吧！小娘子，往哪？贼人来的竟如此之快！兰弟，且护众人先行，早先嫂嫂已去张老家寻阿娟，不知安危如何，我去接应。交给小弟便是，兄长务必小心。
这等穷乡僻壤，竟有如贼！贼人莫要过来，莫想害我阿紫阿郎。呀，小娘子还懂得敬爱长辈，持那小刀，莫非想先和老子过两招？你他娘的懂什么？小娘子有甚好处？要我说来，那后面的娘们缝纫的紧，才够滋味。贼子休得胡言，拿命来！云，云兄，你小儿猖狂，坏老子兴致，就先拿你几刀吧。贼人清醒，三位速随我去后山暂避。多谢小叔救命。云兄，云兄，人生在世，常有诸多灾祸，活命已是十分不易。每逢乱世，必有盗贼风起。都说百姓饱受苦难，求和无门，方才沦为盗匪。可一旦为盗，却良知尽失，加苦难于他人，便有更罢了。先不想这些，且尽快离开此地。
兄长，阿娟，兰弟，情况如何？后山还未见贼人，尚且安全。兰弟，你先在此把守，待我将诸位送至安全之处，再来寻。好，弟在此守候，各位快去后山深处。嫂嫂好生安抚阿娟，我下山去助大兄，切勿忧虑。小叔，与你大兄可千万要平安回来。阿娟要随张敖为乡人治伤，两位兄长千万小心，若是受伤莫要逞强，阿娟就在此处等候。嫂嫂阿娟莫忧，我等一定平安归来。晒谷场方向喊杀声最重，周兄等人应就在那边，速去。
敢上吗？放下刀兵，饶尔等不死。贼人欲驱使我等为奴，岂可得乎？尔等亦皆小民出身，却不思百姓苦难，一朝为寇便横行乡里，与贪官酷吏何异？他日身死，尔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于地下？神憎鬼厌之徒，天人共弃之，给老子杀，一并剁碎，不留活口。今事危矣，贼人众多，可先救下大兄等人，一同杀贼。贼子乌合之众，若能绕至后路直取贼首，贼众必乱。大兄恐有闪失，速去救人共战。何人？杀汝之人。汝等怎在此处？大兄莫忧，嫂嫂与众乡亲暂无危险。我与兰弟习武多年，岂可临阵退缩，见危不救？此战凶险，若你有失，我家将绝后裔，何苦自旅险地啊？杀！快杀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此番新因两位少年郎杀死贼首，我等方才保全，救命之恩生不敢忘。贼众已退，且先去后山解回亲眷乡亲，再做商议吧。各位久战疲累，且先治伤安心，我与兰弟并无大碍。有劳二位，贼寇或有残余，不可轻。你是何人？就是此二人。
正是，我等本以为杀乡里守卫，却被此二人杀穿众人，方才退败。退，废物！吃你一刀吧！爷爷乃黑山统领李大，俩小娃娃年纪不大，武艺倒是不俗。爷爷爱才，若想活命，就投入爷爷我寨中听命吧。届时饶你乡里人性命。狂悖贼寇，安敢夸口？既如此，爷爷便成全尔等。老前辈，老儿何人？可报上姓名。哼，贼子戕害同胞，为祸乡里，岂配文武名号？老匹夫。那石匠小子，如且看好。爷爷可不怕你。看明白了，贼人看枪，休要小瞧爷爷，都受死吧。
小子，悟性不错。前辈，前辈请留步。阿弟，阿兰，你二人可还要紧？幸无大碍。哎，此番多亏枪神前辈搭救，又得前辈临阵传授枪术，总算击败贼首。阿弟，今日你与阿兰莫再奔劳，且先回家养伤休息。后山众人，我去接应回来。哎，死伤众多，也不知如何与他们交代。至于枪神前辈，我长春里接欠前辈一命，如此大恩，岂能轻慢？我恐前辈不愿受我等俗人烦扰，但前辈既愿授你枪术，想来有所认可，不如来日由阿弟阿兰带众乡亲拜谢前辈。昨日说了，莫要再来打扰，如何又来？多谢前辈昨晚搭救，我等待乡亲特来拜谢。我也不过是闲来无事，下山漫步，顺手为之耳。正是，老前辈幼稚。哎，对了，容我再为老前辈把把脉。汝等还有何事？昨日若无前辈，我等定无幸免之理。我等不敢奢望，但求。既知是奢望，又何必再求？前辈，前辈昨日教诲，我二人不敢轻忽。昨夜之事，亦是深有体会。我与兰弟相谈许久，深知天下祸乱之源，并不在山林匪盗之间。而今天下，奸臣弄权，百姓蒙难。如我等护得乡里一时，却终有力所不逮之日。纵然护得乡里一世，却不能护得天下苍生。丈夫在世，既知梨树苦痛，岂可困坐终老？故我二人愿力远志，欲匡扶社稷，以安天下。只是家学浅薄，终此一生亦不敢尽望台阁公卿。所能谋者，仅于马上功名。前辈武艺超绝，见识卓远，故晚辈斗胆相请。我二人欲拜入前辈门下，早晚聆听教诲，习练武艺，不为逞勇杀伐，只为救护苍生。小女娃，如两位兄长欲此后常伴刀兵，所食者征尘耳，所饮者血水耳，兵士伤人伤己，一旦投身其间，再难退还。届时转战千里，枕戈待旦，纵午夜梦回之时。阿娟尚且年幼，又是女子，本不该多言。但两位兄长既怀大丈夫之志，若终老林泉，岂能无憾？我所识者，为治病用药，或可救十人百人；而兄长之志若成，或可救天下人。阿娟怎能因小女一己之私，而废丈夫公事？阿娟，汝等且下山吧，三日后再来。前辈，这……老前辈已是答应两位兄长，还不快礼谢恩师？还不速去，把女娃带走，莫再烦。谨遵师命。老儿早年所收二徒，一者呆板愚昧，一者匹夫无谋，今日尚敢再收徒乎？如这狂人，怎不见如死在东湖手中，尚在此间游荡？哎呀，如尚未死，我又怎么会死？
如若先死，我尚有家徒养老；我若先死，奴才是暴尸荒野吧。此地危兮天将亡，天将亡兮时伤，时势伤兮云起，风云起兮。蒿里谁家地？聚敛魂魄无闲余，贵薄一合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蹰。灾乱之年，人命不过如草芥飘萍，但有风吹雨落便难以保全。乱世每多一日，百姓便多一日灾厄。我既以匡扶社稷为己任，来日就将拜入童老前辈门下，当勤勉自身，勇猛精进，不可疏忽懈怠。童工行侠击胡，德高望重，枪神之名闻名乡里，虽我等小民亦多听闻，定能得其指点，可谓是命数有幸。帝已失势之，便如弑父，不可怠慢。老前辈喜好清静，不宜行世俗繁琐之礼，只唤两位兄长进去。既如此，我不多叨扰童老前辈清静。乡中小民难聚全礼，只法下前前，仅备束修在此，就劳烦阿娟妹子代为转交。男儿既立远志，不可半途而废。翌日我当以地为荣，去吧。地谨记大兄教诲，那我与兰弟便进去了。老夫年高，不耐行俗礼，费光阴。如二人以我为师，也并非欲学儒生经义，亦应繁琐礼仪，可免皆免。如二人皆尚未取表字，今我为如二人各拟一表字，便当如二人正式拜师入学吧。学生谨受先生大恩。老夫虽为一介武夫，已颇知道义。今内有董卓，外有诸侯，可谓虎豹环伺，汉室危矣。我文儒素爱读书，想来对先贤应不陌生。如今名兰，便取自子佩。昔者楚大夫屈原尽忠为国，使人皆慕其高义，如既欲匡世辅国，当场思之。屈大夫离骚篇云：护江离与辟芷兮，任秋兰以为佩。今时乱世浊，天下轻危，正似旧日。恩师为我取此表字，当时让我如兰芷高洁不屈，勿忘屈大夫报国之志。恩师良苦用心，兰当刻骨铭记。至于如，如兄长字子季，如便取字子龙吧。云起龙乡，
他日天下风云，等有如一席之地。恩师期许，云感念在心。啊，起来吧。如二人拜我为师，除却武艺之外，我也无他物可赠。如二人欲战报复，不可依赖师长，终须自勉。他日有成，勿害天下，勿害百姓，切记，切记。先生教诲，学生谨记于心。从今日起，我便教如二人武艺，且去院内吧。如二人先比试一番，不必求胜，各尽己所能，为师一观即可。谨遵师命。弟也许久未与兄长切磋武艺，正可借此机会比试一番。Come on.
善。子龙枪法根基乃冲锋陷阵之事，刚猛普之，然虽有近日领会之际，仍失之呆板，尚缺大将之风，难成万人敌也。而子佩修剑术，较之枪法又有不同，战阵之上寸短寸险，故三尺之剑虽可决君子之争，但若作疆场之器，则先置己身于险地，非高手不能杀敌也。子佩须知己知彼，熟识敌兵破绽，方得胜败之机。今日即从枪法教起。我所使之枪名为六合枪，六合者乃内三合与外三合。内三合为精、气、神，外三合乃腰、手、眼。子佩，方才先生来换，快与兄一同去问问有何吩咐吧，莫让恩师久等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与云兄修行颇久，何时可出师入世？子龙、子佩，汝等习武虽久，尚需实战。昨日乡人传信，山中近来多有虎狼出没，盗匪占山为乱。今日是，吾二人必不负先生所教。好，整日与兄长对练，总是输多胜少，今番且再与兄长比一比，谁能除去更多盗匪猛兽。嗯，莫做儿戏，凡事仔细谨慎。是是。
往日后山平和宁静，如何突然多了这些虎狼？若置之不理，终会危及乡里。今日查明此事，根除害类。刚才兽类脚印多且杂，到此处便消失无踪，莫非洞内另有乾坤？且找找看。怎的来了两个毛头小子？此处设有机关，你二人如何进来？尔等何人？怎会在此占山为寇？我等追随天师上神，寻得此风水宝地。你两个娃娃能寻到这里也算本事，不如与我等一同追随天师，来日结了山下长春里，好吃好喝且不快活。呸！尔等不思抗击贪官污吏，反害乡里百姓，该当伏诛，有何面目快活？小子不识好歹，那便留不得你了。众兄弟，杀！有买卖上门了。这贼人既然言及天师，想必贼首就在洞内。此等恶人，快起来送死！
尔等何人？既见神威，何不下拜？你便是这群贼人之首？哼，装神弄鬼之徒，受我一剑！这洞中还有不少匪徒，斩草除根，不可留下祸害。好，